完了完了完了，快点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啦。我们今天继续玩我们的195关啊，观众自制的关卡，好不好？非要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啦。这些关卡名称叫做 The Hand。好，直接进来了。我们这个维京人战役玩法应该都大同小异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，持续把关卡推进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这边总共700块钱，然后我只能使用这三只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长枪兵把它戳死吧，试试看好了。使用我们长枪兵配一个盾，这样感觉比较有机会戳下去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直接软掉了，不行啊！那个往前撞，完全插不到啊！位移技太强了，完了，只剩这一个，两个粘在一起啊！快点，你的长矛这么长，戳一下赢了，有了有了，哇！戳他，哇！已经有人被撞死了。常看看我的盾击之力啊！这盾击之力还没用就软掉了啊！剩最后一个，又来了又来了，又剩最后一个。没有，两个复活啊，两个都在。好，我们赢了，下一关。这一关怎么一模一样啊？我是打输吗？我的关卡我关卡不一样啦。My friend， 又蛇蛇了呢。其他地方有没有单位啊？我看到了，太远了吧！冰冻弓箭手，看一下，我把蛇蛇放这里好了，给我1600块钱。这边放三只，然后前面再放满七只这个，不够120哦，放这个好了。看一下这边他们怎么做处理啊？哇，秒死然后蛇还会帮忙攻击，你看他那个蛇在顶他的下体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蛇中箭了，还完全没有减速效果哇，有人开始攻击其他人了，快点往前冲！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啊！我们的蛇，不是我们的蛇，我们的部队需要你蛇，快点蛇死他！只剩最后一只了，你看我们这个蛇的速度呢？非常的快，他们完全打不到，而且这个是在咬哪里啊？搞清楚，不要乱咬啊！这边还有一个假死的，完了，他已经成为我们蛇的粮食了，死去。哇，还玩到头壳小巴蕊有没有？直接玩到头壳扒下去这样。下一关，下一关数量就多了，拿盾跟斧头的维京人。我有5000块钱，我觉得用这一批应该是稳赢的，因为我们的蛇会帮忙咬人。这只吃的很营养这么大一只。有了，开始混乱了。那条蛇不知道为什么飞得那么高，吓死人！快点，居然完了，我们是站太近了，要被清光了。换个位置好了，好不好？太近了，太近了。我想想，这边，好，这边放一只，放5只这个好了，帮忙阻挡啊。这样行不行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暂缓一下他们的进攻啊，这样可能可以让我们的那个。蛇弓箭手呢？有时间充裕再发第二波。有了有了，第二波，被咬死了。哇，全部往那边攻过来嘞！撑住啊！完蛋了，撑住啊！你这个蛇快咬他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有了，成功了。哇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蛇攻势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养蛇人的厉害被咬死了。
全部中毒身亡。这个咬脚，这个咬哪里？这咬屁股吗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咬大腿。结束。谁管嘞？嗯？就这样子，然后我3600块钱。啊哈？我觉得放个三只来乱一下好了，剩下的进站单位，这样可以弄个10只，没有问题的，冲啊！我们用盾，你们用盾，可是我的长矛比你长，插死啊！好，努力的插。为什么我怎么感觉像插自己人啊？哇，这个飞的有点夸张啊！那个蛇蛇会不会咬自己人？其实蛮担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过还好啦，看到他咬后排的弓箭手，我就放心了，有没有？继续加油，这一局稳了，耶、yeah ！咬下去，好稳了，好剩你了，哇，这有点惨哎，好凄惨哦。好，这次开始来了船了是吧？哦，应该会跟我预想的一样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你看丢起来了，因为蛇其实也算是一个单位啊，然后他们就只会针对敌方单位做攻势。他第一次起手式就是把船丢起来，好不好？看来我的战术非常成功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这一艘船没有砸到任何自己，就是没有砸到他们自己的士兵，算有点可惜。哦，闹得牛超猛的，这个一个打10个啊，哦，死去了。哦，我以为他仿佛在上演叶问式，就没想到哦是别问式卖萌，人家是叶问，他是别问啊！快射啊！你不知道他们要过来了吗？哇，我们还有一条蛇在那奋勇上战当中，来，快点，快装铁！哎呦哎呦哎呦，赢了啦！这一波下去要承受不住了，你看，哦，看往他那边咬下去了。咬下去还不忘说：“哇，这个地方好臭！”啊，你看乱咬的后果，好臭，被臭死了。啊，他跟蛇同归于尽，蛇是被臭死，他是被毒死，笑死。好啦，这里嘞，看一下这里哦。好，哎、欸，后面跳跳维京人，啊。我们再派一个盾兵出来好了，挡前面。虽然感觉没什么屁用，哦，但多少应该是能挡一点不必要的伤害。好，顺利解决。然后呢，圣弓箭手再跳跳维京人，这样才有胜算啊！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每次都这样子。啊，去了，跳过来，哇！插爆他们！呀！哇！哈哈哈！赢了！赢了！啊！是不是？下一关！哎呦，开始使用鸟人哦，会飞了哈！我越飞越高，这样子，这样才5只，哎、欸，免费的单位，谢谢，谢作者。真的是多谢了。好，他只给我这2种单位，当然我是会用那种远距离的嘛。应该是稳赢的，戳，然后超级顺利，完全不拖泥带水。哦，那看到这种东西，哦，就跟刚刚那一场一模一样，开场先制止他。然后会有机会压到旁边的伙伴，这就是我的战术。我的战术，2只牛行不行？蹦！哦，还好没有压到自己，还好没有压到我的牛。我们弓箭手全死了。啊，有一只牛死了，完了，不太妙。不要牛。依然比较牛，就这样。蛇蛇乱飞啊，不对啊！蛇蛇乱飞就不对啦，
死光了，站远一点，看一下啊、哦，五个单位去挡，这样才对。哦，他那个船压死了一只维京人的样子，完了，第二波，第二波，第二波，快点第二波，你不第二波你们就得死啦！啊，死去了。他们攻过来了，蛇蛇不行，我真的觉得是有点吃运气成分在、欸，讲实在的，这边再放一只，好啦，旁边再放蛇蛇啦，一只射五只可不可以？是有点小吃运气啊，啊，希望这一局可以赢。我那完全没有跳到哎、欸，好、哦，这个完全被干扰了，非常可以。哦呦，被蛇撸到了一下，哎呦，这非常可以哦，我已经感受到胜利的滋味了。哦，稍微渐渐能感受到了，他已经被一堆蛇侵扰到，已经准备要放弃了、哦，要准备弃械投降了，靠下去就对了，坐，坐。哦，又添加了三条蛇，五条蛇，赢了，棒！太爽啦！哎、欸，我们这一关可以用宙斯嘞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哇，就是这一只，听说这一只被削弱是不是？我记得想当年，哎、欸，不是当年，之前玩的更新的时候，还没更新之前，很强。啊，有没有被削弱？不晓得。我们就来看看呗，来，哎、欸，打到自己人了啦！他把自己人弄死，你看，有够蠢的。我不要，没关系，我们的闪电劈死他。哇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宙斯硬邦邦啊，宙斯硬起来啊！啊，我们弓箭手全挂了。啊，这边宙斯真的死了。撑住，撑住。啊，完了。我们宙斯虽然是神，但是，他也是有血量的。钳子中。哇，把后面弓箭手全打死啦！太完美了。哇！这个范围伤害太夸张了哦！哎，这怎样？哈哈哈！冰到自己，他丢那个蛇冰到自己，这样也可以哦。哎，宙斯撑住了，快快再射一波蛇，快！我们宙斯撑住，快！他那个斧头丢自己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太棒啦！斧头丢自己，把自己丢死，有没有看到把自己丢死了？快看，丢自己人，丢自己人，掉，丢自己人，呜、哦！干这关也太烦了吧！白痴才用宙斯，我说了，白痴才用宙斯，快点攻下去！宙斯真的是无用武之地，蛇蛇比较实际。快点，再丢斧头，丢自己人，非常乐见他丢自己人。棒，丢地板，棒，自己还跌倒了哦。再丢一次地板，丢地板啦、啊！快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哇，蠢到家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好了，赢了，赢了。他们现在就完全只会丢地板了。然后那个这只完全没办法移动了，已经被。被缠住了，你看，哇，这个把自己打死了，赢了。所以说这一关根本不需要宙斯啊，这关用宙斯是错误的选择啊，真的是。好，我已经看见了一堆冰冻弓箭手，再来看一下有什么，没了，这样就这样子啊、哦。好哦，超级冲刺冲一波。不错了，冲不过去。有了，冲过去了，开始打人。
开始干人了。旁边这只牛撑住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快点！哈哈哈哈！你到底有没有冲啊？看不出来、欸。哦，那这还在打。能、哦，虽然有点慢了、啊，但是进度还算蛮稳定的哦。哦，千辛万苦，你终于抓到一个人了。啊，这感觉老慢，然后走路好慢了、啊。然后我们旁边这个血气方刚已经开始大杀四方了，这个还在那边。年轻人，好好说话。啊嘛，年轻人好好说话，不要动肝火、哦。好，刚讲完立马就给他揍下去了。这个我来，爷爷你在旁边一点，这我来。哎、啊，把他揍死了，顺便敲到爷爷的头一下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啊，抢人类，抢人在打这样子。啊，这个嘞，嗯，就这四个，好哦。我觉得用这个应该是不太行吧，虽然他是有给我这两个单位、啊，虽然是有给我这个钱呐、啊，然后给我这个单位啊，打看看就知道了。我觉得先搞围殴有可能会赢，我错了，死光光了，多余啊！好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任何意义。猛力插下去就对了，居然戳死一个、欸，挺意外的。这一关是有点小难了、哦，他只给我使用这三个单位哦，这个限制有点母汤啊。这样子，撑住，先维持这一只。感觉有机会维持这一只哦，有有有，维持了维持了，加油啊！我们成功了，把它压在地上了吗？哎、欸，居然，挺意外的，变成剑盾阵了，有没有？不是剑盾阵，变成盾阵了。我们使用压倒之力啊！哇，居然赢了，太意外了。然后这些人完全卡住了，哈哈哈哈。下一关，啊，那一关让我卡有点久啊，这是怎样？我觉得这个就简单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真的就简单多了、啊，很可惜没有远程的那个蛇蛇弓箭手啊。好，完了，我刚刚讲的简单多，是我们要派一两个士兵啊，算了，这四个冲过去好了。剩下是我们，这四个是炮灰啦，好不好？这四个炮灰，等他把那个船丢完，嘿，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局了，慢慢搓，我们就要赢了，迎向胜利美好的一天，盈利，搓，下一关，搓掉他，这血怎么那么多啊？耶，过关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们这一关有稻草人啊？靠呗，是故意的吧？宙斯，好哦，4600是不是？啊，试干！哇，他一批把蛇给电死了、欸，抓起来，揍死他们，揍他，没有错。啊，把宙斯给冰死了。赢了啦！这一局就变超简单，马上就胜利了。我靠，这是怎样？直接巨人呢？哇，冰巨人 BOSS 战，这一关是 BOSS 战。他给多少钱啊？12000还蛮充裕的嘛。哇，这开始重弩开放嘞！哎，这样子其实还蛮好打的，讲实在的，有重弩有希望。没有在跟你好小，想当初我们在玩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过的啊？
应该有人知道我们当初是怎么过的吧？就是这样子过的。啊，万中齐发，直接贯穿。可是你他射错边了啦，应该是要射巨人才对啊。啊，很可惜，他们这些单位完全没有上心力哦，没有向心力，他们想射什么就射什么，我们无从阻止。啊，宙斯飞起来了，快点！最后一波，他这么靠近应该死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接下来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些弓箭手。哎，不麻烦，我们宙斯没挂，飞起来。耶嘿！再来。耶嘿！嘿嘿！再来。耶嘿！赢了，这么的轻松，这么的简单，有没有？有了重弩，一切都好办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们现在过完了，我们现在来到王朝单位了，有没有？直接进入王朝单位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再继续我们的王朝战役，好不好？一样比照办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超写实战场模型再见面了，拜拜。